李亚男女儿近照曝光，常向酷似妈妈王祖蓝愿望申购6个。8月29日，据港媒报道称，李亚男和王祖蓝的女儿王天韵越长大越像妈妈，十分可爱漂亮。疼爱女儿的亚男也成了晒娃狂魔，小两口都非常喜欢宝宝。王祖蓝更表示希望能申购6个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幸好李亚男的基因也不弱，再加上他亲力亲为带女儿，现在8个月大的王天韵越发像妈妈，和李亚男小时候非常像，王祖蓝也是放心了不少。女儿像老婆，可以放心继续生，希望能够生6个。在女儿出世后，李亚男全身心投入到照顾女儿身上，而王祖蓝继续努力赚钱。早前被问到追生计划，他表示要等女儿1岁才行，因为是剖腹产，医生建议先休息1年，